大家好，中国语 HSK 二级全面攻略10，跟我读训练现在开始。今天要攻略的词语是非常非常。非常。아주 대단히 하는 뜻입니다. 这个非常呢，比很동의어의비슷한단어에서很几十分이런단어들이있는데요. 그 정도 상에서 很比很보다는정도가더높고几보다는정도가더낮고十分하고는 비슷합니다. 그리하여 일반적으로 좋을 때는 很 이렇게 넣고 그 정도가 좀더 높을 때는 非常 或者 十分 그다음 아주아주 높을 때는 지 이렇게 넣으면 되겠습니다. 下面呢 我们 要读一读这些句子。第一个，他非常喜欢看电影。他非常喜欢看电影，喜欢的话，경성입니다。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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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非常，군사람非常，非常，电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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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영도반삼성입니다。电影。电影하지말고电影，电影。好，第二个句子，我丈夫非常喜欢打篮球。我丈夫非常喜欢打篮球。我丈夫的夫，경성입니다。我丈夫，丈夫，丈夫，남편，丈夫，남편，非常喜欢打篮球，喜欢，非常喜欢打篮球。打篮球，농구치기를 좋아하다. 다 치다. 第三个，我妻子，妻子非常喜欢这位医生。我妻子的资更生的妻子，妻子，妻子，아내，妻子非常喜欢，非常喜欢，喜欢，喜欢这位医生，这位医生。生경성이죠医生，这位医生，这位医生，为는분이란뜻입니다。그러니까이사한분이란뜻이기때문에为한다이이사선생님을아주좋아합니다하는뜻입니다。非常喜欢，因为呢他看病看到병을잘보기때문에좋아한다는뜻입니다。다른뜻은없어요。在那边。我妻子非常喜欢这回医生。第三四个句子，火车站里人非常多。火车站里，火车站里的里，更正你的。火车站里，火车站里，人非常多，人非常多。사람이아주많다，아주많다，대단히많다。第五个句子，时间过得非常快。时间过得非常快，时间过得非常快，过得的的경성이다버를만들어주는결과조사입니다时间过得非常快，시간이아주빨리흘러가네요하는뜻입니다非常快，非常快，时间过得非常快。好，最后呢，我们把这些句子再读一遍。他非常喜欢看电影。我丈夫非常喜欢打篮球。我妻子非常喜欢这位医生。火车站里人非常多。时间过得非常快。好。今天的
HSK 二级全面攻略，跟我读训练到此结束，下次再见。